石萌哥哥，你说我们去吃什么呀？都行吧。哎，我记得有一家甜品店的蛋糕特别好吃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们俩小时候一起去吃过，你可以带我去吗，石萌哥哥？怎么了，石萌哥哥？走啊！啊！石总，顾总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方言，方言，方言，怎么回事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先去配音了。